在给这一盆杜鹃花浇水的时候，我发现这一盆也长了这个菌配虫。大家看这个叶子上有这么多这种白白的点，然后翻开一看就有这种黑黑的这个点，这典型的就是长的这个菌配虫。检查一下有没有虫子在背面。检不检查都要给它喷点药了，现在就去调的这个比虫灵来。上一次那个杜鹃花长了这个菌配虫，我就是用这个比虫灵喷的，喷一次就全部把它给灭绝了，所以这一次还是用它。兑水稀释大概800到1000倍，这个比虫灵不仅对这个菌配虫非常有效，对这个蚜虫也非常有效，基本上也是喷一次就能把它给灭绝。所以如果家里养了这个杜鹃或者是养了月季的话，强烈建议备上一个这个药，因为这些虫的话越早治疗就越容易把它给消灭。这个叶子的正反两面都要喷到，喷好之后这个剩下的再给它稀释一下灌根。OK， 这样就搞定了。